怎么回事啊，海清？你这家长忙的连签名的时间都没有了吗？对不起，老师，如果我爸给我签名，他就没时间给全省一万万人民签了。同学们，你们的梦想是什么？老师，我上厕所。去吧。老师，我想发明时光机。就你这倒数成绩，还想发明时光机？发明个六顶。我回来就是为了告诉你，就凭你。女生洗澡。男生洗澡。能行吗？哎，挺好。那我们也行。男生介绍朋友给对象。看着又刚下飞机，咋样？看着不要好人，不会我对象这样。女生介绍朋友给对象。嗨，不好意思来晚了。女生朋友发烧。先去热搜，我送你。男生朋友发烧。我操，兄弟，39度，牛逼啊！快拍抖音，快！笑，快点！太牛逼了，拍抖音。昨天回了趟母校，怎么样？挺漂亮的。那是呢，母校这个装修和大专有点像。哎呦，你读的是985还是211啊？大专呢？那我咋知道？哎，看一下今天新闻。哎呦我，南区的老城区拆了，又是一批拆迁户，真羡慕。有啥可羡慕的？这种都没有补偿，你也太酸了吧！就我家。海晴，你怎么又迟到了？我也不想迟到的，800平大别墅太难打扫了。哎呦，大别墅啊，这么有钱，你怎么不雇个保姆啊？我就是保姆。看我新给我男朋友买的衣服好看不？你把这个链接发给我吧，我留着给我男朋友买。为什么要留着啊？你要想买就直接买啊。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男朋友啊。这歌唱太难听了。人家唱不难难不难听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又没唱给你听。就是我唱的。男女生晚上说梦话的区别。女生，你俩知道你俩晚上说梦话吗？不知道。我给你俩听。互金说提点人，单人旁耳，人云，单人旁象，单人旁影，单人旁门，一日字旁阳，起手旁九运，点方写折点，拱撇横竖钩齐斜钩撇点右寸口字旁满问号。撇横竖钩提，斜钩撇点，横撇竖点人云。海清，怎么还给录下来了？我这是睡觉时用的浣熊，可以记录我睡觉时的梦话、鼾声、磨牙，还有白噪音、亲热助眠。你们俩一边左下角下一个，记录一下你们自己的梦话。男生。你是哑巴吗？踩到人不会道歉的。真浪漫。别羡慕了，他俩长久不了。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？怎么就长久不了？你谈过恋爱吗？谈过啊，这么谈。100米跑19秒算厉害吗？你100米跑19秒，我缺个腿都比你跑得快。重开吧，重开。就是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没适应好。谢谢你们，我肯定会继续努力的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，海晴？你这家长忙的连签名的时间都没有了吗？对不起，老师，如果我爸给我签名，他就没时间给全省一万万人民签了。同学们，你们的梦想是什么？老师，我上厕所。去吧。老师，我想发明时光机。就你这倒数成绩，还想发明时光机？发明个六顶。哎呀，
我回来就是为了告诉你，就凭我。